英国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来自中国制造企业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在这里创下两项殊荣。凭借高品质，中国电梯第一次应用奥运工程，第一次签约国际机场。装备强则国强，且历史之脉，看寰宇风云。制造业的强盛与衰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寒暑表，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弹指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中国制造业产出规模世界第一。波澜壮阔的发展背后，蕴藏着改革、开放、创新等中国密码，凝结着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中国探索。繁逸之道，与时偕行。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正是踏着中国制造崛起的节拍，一步步跃升为中国制造的一颗明珠。远大身上承载着殷殷的重托，寄托着中国的情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注中国制造业，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视察远大时，他对企业领军人的高尚境界给予高度赞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寄语远大，希望企业飞得更远，做得更大。第十八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则赞誉远大领军人士共和国改革开放的骄子。数年间，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71位中外国家领导人、52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先后到远大集团参观视察，激励着远大智能工业集团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远大集团积极推进科技转型、国际转型、民生转型、投资转型四大转型战略。科技转型已取得成效，在德国拥有自己的研究院，真正走向国际合作道路。在机械噪音、核导变频器、机器人和仿真领域的应用和研发上取得辉煌成果。传统产业逐渐转向国际，十几年的国际市场推进策略已做到55%的业务量在国际市场。在民生转型方面，引进国外的精准智能农业、智能工业住宅技术，国内积极推进投资合作，国际大力拓展民生工厂，民生转型走向成功和成熟。自1993年成立以来，逐步发展成为以智能建筑业、智能工业、智能农业、科技装备产业、金融贸易为支撑的大型企业集团，成功打造2家上市公司，多次跻身中国100大跨国公司 ，ENR 全球最大150强设计公司。ENR 全球最大250强国际承包商，中国企业500强等权威榜单，荣获95项中国建筑最高奖鲁班奖，荣获中国国家科技技术进步1等奖等至高荣誉。远大智能工业集团作为企业核心板块，从开创中国电梯自主时代，到已引领轨道交通工业生产线、航空机身叶片、智能仓储物流、人机协作体系等核心产业的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产品广泛应用在
军兵特种武器装备，航空航天，海洋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制造，机械钣金加工等领域，旗下的柏林特电梯位居行业翘楚。不懈追求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远大智能柏林特成为中国电梯的技术领跑者。企业作为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电梯协会标准委员会的委员单位，积极参与国家级行业标准的编制和修订。9.6亿注册资金，10余条全数控生产线，50多台套国际领先的数控制造设备。沈阳、重庆、南京、广东，柏林特拥有56万平方米，世界最大的电梯研发制造基地，177米高，世界第3的标志性电梯试验塔，11个试验井道，82台套电梯检测检验设备，可对21大类、69种不同的电梯部件进行全方位质量检测。远大智能凭借顶尖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能力，时刻保障产品功能性能均处于可控状态。直梯防火防水疏散逃生专利技术，保障了高层建筑在火灾发生时人员的快速安全疏散。扶梯附加制动专利技术，可以有效防止扶梯在非控制状态下的逆行和超速。10米每秒超高速电梯的成功研制，是中国高速电梯技术的重大突破。始终朝气蓬勃的远大柏林特，雄厚的企业实力享誉业内。不懈追求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远大智能柏林特成为关切民生福祉的守护者。电梯市场竞争无序，低价低质，造成电梯行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全国就有近1000人受伤，数十人殒命。品高方能致远，执着方能行久。用品质加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让客户的产品财产变成财富，是远大柏林特最大的追求和理想。柏林特电梯确保每个零部件的精工细作，至今未发生一起人员重伤死亡重大安全事故。特别是保障房、医院等项目，电梯使用频率高，使用状态复杂，更需要坚固、安全、可靠、稳定的品质。远大人千锤百炼，将安全可靠做到极致。柏林特全系电梯产品标配永磁电机的风星技术，该技术可在电梯液引机完全失去控制力时，阻止液引轮的加速旋转，从根本上杜绝电梯的坠梯事故。全年无事故运行次数达到极限值96万次，高于同行业其他产品20%。扶梯关键零部件8倍安全系数，横架挠度变形小于1500分之1，是国内唯一通过9米以上扶梯能效测试，达到 A3+ 标准的电梯公司。200万次液引机制动测试，120万次的钢丝绳弯曲疲劳测试，100万次的按钮触发测试，以及器件电老化、滚轮加载旋转、部件抗震等一系列测试，验证着产品安全稳定。连机调试、整梯试装等37道工序，共137项出厂质量检验控制，现场安装阶段144项整梯测试，确保交付的产品安全运行。
始终信守品质加服务，就是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远大柏林特，用安全、可靠、服务铸就口碑。不懈追求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远大智能柏林特，成为中国电梯走向世界的引领者。国内签约北京机场、厦深高铁、南宁东站、京沈高铁、北京地铁、广州地铁、南京地铁、哈尔滨地铁、大连地铁、沈阳地铁等多个大型轨道交通项目，已为政府安置工程提供20000多台电梯，为酒店、学校、医院、商场、住宅等诸多工程提供电梯产品与服务。国际成功签约2018俄罗斯世界杯场馆项目，书写中国电梯首次签约世界杯场馆新里程，中标新加坡38旺市政理事会200台公建电梯项目，并成功通过防火测试，取得国际认可的防火门证书，打破国际电梯品牌在技术上的垄断和贸易壁垒。签约新加坡建屋局组屋电梯项目2560台电梯，创造中国电梯品牌单一项目出口数额之最，与德国法兰克福 Avio 中心签订99台电梯使用项目，成为中国电梯品牌在德国高端市场的最大签约项目。迄今柏林特电梯拥有超过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服务网络，海外战略布局迅猛推进，在秘鲁、蒙古、新加坡、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销售业务量较大的国家设有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办事处，在印度、伊朗等地建立了生产工厂。始终攸关民族复兴梦想的远大柏林特，用品质铸就丰碑。这里是印度勒克瑙地铁，这里是韩国首尔地铁，这里是斐济国际机场。世界各地柏林特电梯每天正为10000000人次提供服务，跨越1000万里之遥，一脉相承的是远大宏图。始终恪守真实做事、诚实待人、深明事理、知行合一行为准则的远大，愿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建世界大家庭，始终秉承科技引领市场、服务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以及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市场营销网络发展战略的远大，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振兴新时代民族工业为己任，与国家民族的脉搏一起永恒跳动。